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我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他。叫我与你爱隔绝，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他上帝的心手告诉我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不哭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们要领受圣餐，是我身体为众人舍的，我们才领受这饼。